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子。然后今天我要做的是这个视频是 Stray Kids， 然后他们这个是这些天才公开的吗？叫 Mirror 的一个 MV， 然后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。但是就是我现在对他们每个人认得还不是很清楚，对，然后我会尽力，然后我也不纠结在认人这个方面吧。啊，对，然后我们先看吧，三二一 ，Go。方灿吗？哇！一开始就先来一个 rap 吗？我惊到。这是哪个小哥哥小弟弟？哇，他们这个舞蹈啊、那个是那个谁吧，那个黄小哥长好好看。嗯，那个是金宇镇，然后这个是这个好看的小哥哥是个 rapper 吗？这个哦，我之前还做过功课来，怎么还难过？哦，但好好听。金宇镇，我认识他，他是 Me Vocal 吗？好吧，啊，这小哥哥嘴巴，哇，他真长得好看，还是小弟弟啊？澳洲小哥哥小弟弟到底是，哇，他声音好野蛮的那种感觉。这个小哥哥我也忘了谁，但他这给我一种很贪婪的感觉，就是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很不一样。有时候这一嗓子出来就会让你感觉很不一样。哇，他们两个为什么站着？其他人都倒了。然后我们学院的古典广播响起来了。然后我大声一点，正好也看完了，我就大声一点说。然后这次我感觉我是不是比之前多认识人了？嗯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但是不要在意那个了，对。然后就看完这个，就是这还是他们三个，就是方灿呀、什么雨斌啊、什么他们不是昌斌啊、什么他们三个人一块写的歌吗？因为之前有一个粉丝跟我说不要怀疑，只要是有歌就是他们三个人做的。然后我也想问，这个应该是他们做的吧？对，然后这个其实我一直都在想，哎呀，我们的外面，
党歌，然后其实那我就长话短说吧，然后这次我还是觉得他们这首歌很朗朗上口的感觉，对，然后我很期待今年的年末舞台了。其实我觉得他们完全有能力得新人奖，对，我觉得肯定能够入候补，但是得不得新人奖就要靠粉丝努力吧，然后我觉得是充分有资格得到的，所以对，这就是我今天看这个 MV 想说的，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吧，喜欢我喜欢的视频小可爱可以点关注点推荐推。